Hello，我今天早上超慌张的，我起来起晚了，然后我昨天晚上那个视频又传的不太好，重新传了一次，今天早上起来才 OK。我还剩15分钟就要考 quiz 了，好害怕。哇，今天早餐就是一袋饼干，今天没有来得及吃早餐，我就吃饼干。好，那我先去学校了，一会儿见。我刚才下课，然后现在要赶紧去吃个午饭，吃完午饭又要回来继续上第二节课。我好紧张，等一下那节课要发我的 midterm 成绩。这节课超变态，就会计的一门课，它一个学期要考3次 midterm， 一次 final， 这次是我最后一次 midterm， 不知道考的怎么样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那我今天中午就打算去吃一个小面吧，就快速的在学校附近吃完，然后回来上课。So the operating loss then, we're going to come back here, B, with the negative in brackets, at a $25,000 loss, and then D down here at the bottom, with the brackets again, at a $2,000 loss.了，然后到附近的超市买个菜。今天晚上其实不知道要吃什么，就随便买一点带回家。妈妈回来了。Hello， 我现在已经上完护肤品，然后要快点的化一个妆，马上就要出门去吃饭了。今天会比较忙，今天我早上那节课 cancel 了，然后下午就还有一节会计课。上完那个会计课之后，我要去拍一个证件照，然后去寄几个快递。寄完快递之后回到家休息一下，安抚一下香菇。今天5点钟的时候有一个他的 appointment， 就是去给他打那个狂犬疫苗。不是马上要带他回国了吗？然后就是他的那些手续，第一个就是说首先要打狂犬疫苗，狂犬疫苗必须是就是大于一个月小于一年的那个期限。那现在是11月10几号，我会12月20多带他回去，这个时候带他去打就正正好那个时间。现在这个光线会很奇怪，就是这个方向是背光的，我后面有个台灯，用的是这个 Armani 的，这个我这一整个学期上学都用的是这个。我在香港买的，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它挺贵的吧，后来我觉得它确实是很好用了，它就是
保湿度 OK，然后它不会说黏黏的那一种。我虽然是个干皮，但是我很不喜欢那种太发光的妆容，我觉得就 OK，发光就好了，这个就很好。不好意思。然后它掉妆也挺严重的，就是我一天，上完学回到家，如果我晚上睡前要洗澡再去卸妆的话，就会发现那个卸妆棉上已经没有多少粉底液了。但它很好的一点，它不会斑驳，它也不会卡粉，所以我会回购这一款，我快用完了，一整个学期吧。OK，我觉得好用，而且它颜值很高。好，那我继续化妆了，然后等会出门再跟大家说吧。哈喽，我现在刚下课，然后我到了学校附近的 USPS，我要去寄两个快递，因为我最近不是在忙，就是毕业带回国的东西嘛，然后有一些东西闲置了，我就放到了那个北美二手论坛里面，然后有人买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寄我的快递。对，寄完这个快递之后，我就要去 CVS 拍照。我现在到了 CVS 的门口，打算进去拍个照，然后涂个口红。嘴唇太干了。哇，我今天这个样子看起来很沧桑，怎么拍呀？这个娇韵诗的这个润唇油好是好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拧紧它，它还是会露出来，外面还是会黏黏的。就我以后不会再回购，我一下子买了两个，而且这个味道，这个果香的味道我很不喜欢，就是那一种，就是那种电子烟的那种水果味的味道，哇、哦！我真是一闻到那个味道，我就觉得头很痛。但是它确实滋润度非常的好，所以就是看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味道。滋润度还是很棒的。好，我现在就下车去拍证件照了，给大家看看在 CVS 是怎么拍证件照的。Do I put my bag? Yes, please.Hello，我刚到家，然后给大家看看刚刚拍的那个证件照，好难看。我每次在这边拍照，它
他就是直接把照片上传到他的电脑里面，然后 print 出来，他不会给你修图，所以我这个疤痕就很明显，超难看，是不是？随便吧，而且就这2张哦，要14美金，在我们家国内的楼下里面，好便宜的。而且它还不支持电子版，等一下我还得扫描一下。唉，好，就是 CVS 已经 check 了。我今天最后一个任务就是5点钟的时候，我的香菇它有个 appointment，我要带它去医院，就是去打它今年的狂犬疫苗。因为今年年底我不是要毕业了嘛，我就要把它带回国，然后跟我在国内待到8月份这个样子，再回来这边读研。或者是去别的地方读研，所以就是，反正就是这个年底我要带他跟我一起回国。那带他回国要办一些手续，还要打一些疫苗。对，我就会用这个相机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。其实带猫猫回国也没有那么复杂，我觉得还蛮简单的吧。对，我休息一下，现在是3点半，快要4点了。我整理一下他的资料，然后写写笔记什么的。我就4点半带他去医院。好，行。几斤来着？30多斤，36、7。5、6，给给，姑给，是很害怕的。我买的这个猫带是它可以，就是拉链拉上，然后你放下来，它又可以加大。这个猫带还蛮好用的。它现在整个人都很慌，给，咕叽，不害怕，就打个针而已。打完针。就跟妈妈一起回国，去看看你的外婆。你看他就是不敢从这里出来，害怕。他很慌，现在。他嘴巴为什么半张啊？干嘛呀？干嘛？它从来不会叫的，好奇怪，它现在开始学会叫了。那它嘴巴就会半张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害怕的原因。反正每次来医院它都很 struggle，其实人家医生就是摸一摸它而已。睡了。Hello，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。对，我刚刚点了个外卖，还要等一会儿才能来。现在12点半了，他还不来。刚才说他才取餐，因为我等会儿1点半有个 group meeting，我就很害怕，等会来不及迟到就不太好了。如果他在3分钟到的话，我可以吃20分钟。但他如果不到的话，我可能越来越短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我现在声音听起来就是很沉，因为我最近鼻炎又犯了。最近三番就是天气越来越凉了嘛，好奇怪哦，房间里好冷，但是出门的时候又觉得哎没有很冷啊，穿多那种感觉。然后晚上盖被子盖的也很严，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这个样子。其实我已经醒来很久了，但是我这个就一直这个劲都还没过去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得过鼻炎啊？鼻炎就是那种有一段就一天之内有一段时间鼻子特别难受，就是过一会儿鼻涕就要流出来，鼻涕就要流出来的那种感觉。哦，这个，这两个，这个。
一个是叫这个，然后呢？一个是叫这个的。我现在想把那个黑体的那个那一个单词 specific 给删掉。哪一个？我现在刚到家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如果睡觉的话就好浪费时间啊。我打算收拾一下，就是我旁边这个柜子。我不是要毕业了吗？然后我这个房间出租出去之后，那个朋友他说他不需要我房间里的任何家具，还有我就要12月1号就叫我寄宿妈妈过来把我家具都拿走，因为他最近好像在买房子还怎么样，他需要家具。我就问他，他就说他都要了，所以我就全部都给他，然后12月1号他就过来拿我家具。从那天之后，我整个房间就会只剩一张床垫，还有一个小桌子，就是给我写作业。就我这边床啊，这个柜子啊，那个抽屉衣柜啊，还有我的书桌，全部都给他。所以我现在我想打算把我身后这个柜子，就是这个四排的这个柜子给清一清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柜子超乱的，你看上面这些就是我指甲油，还有一些香菇的吃的，还有一些它的药。哦对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平时用的指甲油吧。每次涂指甲油都会有人问我的指甲油用的是什么，我的指甲油用的就是这个 Sally Hansen 的这一个，然后它这几个颜色我都很喜欢，我把它排在这里，然后你用前要摇一下，它有的时候会分层。对，我所有的指甲油都是这个牌子的，你看这几个颜色，我会把这几个颜色就是打到新西兰里面。我好多瓶，这些我都要把它带回国。然后这么多瓶，我就跟大家说，这个千万不要买，这个就是有点像粉白色，这个不好看，涂到指甲。其余的我都很喜欢，我很喜欢就这种性冷淡的颜色，这个颜色也经常可以涂，这个就是那种玫瑰的颜色，超级好用。然后涂完这个指甲油之后，我会上面涂一个他们家的这个 top coat 的这个 gel， 就不容易掉，涂上去跟它干之后，就有点像你在 salon 就是给人家做的指甲一样。然后我的卸甲油就是用的是这个，都是在 CVS 买的，都挺好用的。这就是我的指甲油，我要把这些都收好。我后面这些就全部都是放耳饰啊那些。然后下面这个柜子，这里面就有一些我看的书，褪黑素，还很乱很乱。然后这个里面全都是我跟哥哥的一些电池啊，那种器具啊，三脚架那些东西，多余的键盘都在这里面。然后下面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，哎呀好乱呢、啊、这个就是我的香水，还有我的 Sony Angel。 香菇有的时候会扒上来，所以它就都倒了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护肤品，然后下面就都是这些。我打算把这些都收到这个很空，都收进去，到时候等寄宿妈妈来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太手忙脚了。我之前收藏香菇的毛，我真的是有毒了，我觉得，哈哈，扔掉它。去上课了，我好困。我现在刚下课，然后
就是开车过来附近的 Chipotle 吃一个快的，然后下午继续回去上课。大家好久都没有在这个车上跟大家录影了，因为我平时开上学都是开哥哥的车嘛，然后呢这一次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车上录影了。对，我现在要把这台车开去 San Jose 去卖给一个 dealer， 然后我就跟这台车的缘分就这么结束了。我其实挺难过的，我前两天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忍不住的想哭。很奇怪吧，就是虽然我买它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毕业的时候会把它卖掉，但是这一天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点难以接受吧。就是觉得这四年来都有一个这样的个宝贝就这样没有了，就好像是把香菇卖掉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不开心，有一点很奇怪的感觉。我这个毕业的时间有一点尴尬，我是12月底毕业嘛，就是寒假毕业，然后我申请的研究生都是8、9月开学的，所以我中间就会有个 gap 的时间。那个 gap 的时间呢，其实是可以把这台车留在三藩市，就是等我到时候如果回来读的话就可以开。但有个问题就是我升的学校不多，因为我就只升了几所学校，如果这几所学校都没有录我的话，就代表我回不来美国了。那回不来美国的话这个车怎么办呢？我不可能就是说买个机票专门过来去卖这台车子吧，就我妈就说干脆把它卖掉吧，如果到时候要回来上学，到时候的问题到时候再解决，现在先一件一件把这些不确定的事情把它给解决掉。她说我就说那好吧，那就卖掉吧。我们前面又讲了好多话，我今天早上起来我还没有吃早餐，我就直接就过来了。希望等一下可以跟着他车子拍几张照片，然后打扫打扫，就这样子卖掉啦。好，那就跟我一起过今天的一天吧。我到了，然后超累的，我吃了根香蕉在路上，然后我现在要把我车上这些杂物都打包好，然后就再把钥匙交给这个公司就好了。给大家看看我车上都有什么，我很多这种小娃娃，我后面还有一只小猫猫，我都把这些都给收好。我的香蕉皮。这么多地方可以玩。要把这个佛给抠下来。哎呦。弄得好像我清洗工一样。这明明是林宇轩的工作好吗？我要上去了。不是，你从这边爬上，从前机盖踩上去啊。是这样吗？你那边怎么爬呀？从这里踩上去啊。你从这里一点点踩上去。哇，有点辛苦。哇，完了，玻璃碎了。我也觉得。Please follow you。我有点害怕。我的相机呢？我要怎么拍啊？我腿有点光。随便呢。我腿有点光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这样显白好。我是要这样。你是要人像多一点呢，还是？就好看，就是好看。就美是吧？对，横着来。我的相机呢？我不知道。哈？这个是在买家修毛的。这个就是我要卖车的 dealer， 这个 CL Auto Group 是我朋友在里面上班，在 San Jose。 对，如果你是留学生想要卖车的话可以找他们。我们结束了，现在打算去这个附近吃一个午饭，应该是喝汤吧。这个车就是他卖
就是我给他这个车行，他现在还不能立马给我钱，因为他要找到下一家，就他卖给了下个人，成交了之后他才会给我，就是他给我们估的那个价格，所以我可能还要再等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才会给我钱。就是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就会比直接马上就卖给车行来的价格高一点点吧，我也不太知道。反正他给了我一个立马就可以给我钱，跟一个已经找到买家给我的钱就是不一样，就是差距还挺大，几千块。我就想说，那我时间现在也没有那么着急，我就再等两三个礼拜吧。如果有人买的话，我就是那个时候再拿钱，来得及。我们现在打算去喝一个汤，一点多了还没吃饭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妈妈刚刚跟你讲了，我们决定去这边。我刚买了 Happy Nemo， 现在要开回去了。那这一次的 vlog 就到这里结束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祝大家都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拜拜。